你在搞啥子？哪个喊你把钱丢掉的？蔡经理，你没跟他讲过？这是啊，这是我们队新来的成员，叫韩若飞。韩若飞，你可看好了，这位呢是我们学院游泳队的王牌选手江彦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好。干什么呀？你有没有礼貌啊，大师兄？你不用理他。没事的，燕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次去了国外，给你带了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是我去国外比赛，看见你偶像，替你要来的。这上面还有你偶像的签名。天哪，师兄你也太好了吧！哎呀，我酸了，我现在就去买柠檬。国家也欠我一个竹马呀。没什么。哎，你别碰，弄脏了怎么办？不就一支箭吗？至于的吗？你喜欢我给你买一车，这能一样吗？这是大师兄送给我的。大师兄送的跟咱们训练用剑有什么区别啊？有了偶像签名的剑，我肯定能射出十环的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燕俊哥。没事，这点小礼物不算什么的。你们快看，这支箭不就和普通的训练用箭一样吗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韩若飞，韩若飞，你在搞啥子？哪个喊你把钱丢掉的？蔡云燕，你没跟他讲过？不用解释，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最基本的事一点礼仪都不晓得啊？蔡云燕，你怎么教的？王教练，他应该不是故意的，再说我们也都没受伤。小江，你不用跟他求情，这个事情我必须要严肃处理，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